大家早安，现在在日本京都，时间是早上还不到七点，可是大家已经看到我开始流鼻水了哈，因为今天早上凌晨五点，应该是四点半就起来准备，凌晨五点要来到京都郊区的大原昭市，现在在台湾时间呢要再减一个小时，所以呢，哎，居然有人 follow 我，两位，我吓一跳，我想说今天没有人理我，因为你们现在的时间应该只有六点多。王崇荣，你不睡觉？我来给大家介绍大原昭市，这个呢是京都，在京都郊区，是我在京都的朋友 ，Hello 早，京都的朋友 Yuki 所推荐，他说这个市场早上有很多餐厅的主厨来买菜，所以推荐我们一定要来这里看，一定要来这里看。台湾跟京都的时差差一个小时，所以我现在的时间是快要七点，那我要快速带大家走一遍，因为我已经走一遍了哈，很精彩，我觉得这已经像是一种小农有机市集。所以王朝荣说他有睡觉，这是小农有机市集，而且他卖的东西很特别，有些东西我已经吃到了。 Carrie 早，我居然吃到了鹿肉，我等一下再来形容鹿肉的味道，而且我们也买了饭团，也买了面包，刚才吃了一个 cream 面包，好好吃。好，我现在要转正给大家看大超市的样子，很小、啊、大原昭市很小、哦、不大、哦、我转一圈、哦、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有去一个很小的市场，那个很小的市场呢我还流鼻涕，你看它的有一个，好，我转一圈，因为它的招牌在这边，他招牌在这边，好，带大家走一圈，因为其实并不大哈。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个人已经忍受不了了，在那边吃乌龙面。好，我先一圈一圈走哈，看哈，我们在这里刚刚就是买了什么？买了这些，这是我们的早餐。然后呢，这是马吉包红豆跟黄豆，真的有鹿肉哦。然后还有柚子，这个是柚子哦，这不是柠檬。然后有青寿司，这个我本来想买给宝师傅，可是他们都是隔天就要吃完。好，你看这都是过寿司。哎，这个老板娘记得我，她给我试吃味噌，她自己做的味噌。啊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気に入り。嗯。哦，冷天做的味噌味道不一样，它还有他们自己出的心米，所以其实是一个小农市集。这个是一个简单卖咖啡的话，你看这么简单，它就可以卖咖啡了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我刚刚在这边，这个太太自己会编织，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围脖，围住脖子的，很可爱。等一下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你看它还有织这个，这个很特别哦。还有这个就是套在脖子上的，这个都是他们自己。哎，卫生值得买吗？好，你看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他自己勾的一个围裙，围巾。好，看哈，这是这也是一样自制的这个清洁用品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好，转正给大家看。这摊呢，我们花了很多钱，因为这摊呢卖很多面包。我们买了很多面包，可是这摊的帅哥，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长得好帅，可是这摊的帅哥脸很冷，所以我不敢接近。我们在这里买了一些面包。好，然后呢，主要呢我们在这里是买菜的啦。好，大家有看到我讲话居然已经有气了，太冷 ，so cold。Hello， 你看都长得好美。你他吃完了这一碗面，我不要分你吃一半。他已经吃完，哎，我不要，因为太冷了。你一定要留五分钟吃一碗这个面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一直吞口水？我跟你讲，面包也没吃，我什么都没吃。这个葱啊，好甜，好甜，好甜。应该是就是这里现切的啦。我觉得日本的蔬菜好吃就是冷。冷我不是有那个炸的那个综合那个吗？里面有锅巴。然后有芋头。好，那 Alan 你要告诉我时间，因为我们七点五分要离开。好好吃哦，嗯。哦，你快一点直播完，哎、你一定要留五分钟吃这碗面哦。哎，宝师傅醒了，哥哥你醒了，哥哥说他也要围脖，哥哥那围脖是花的啦，不能给你啦。哼，真是，它里面牛排味道好重。我说我要给我妈妈买东西，她就叽叽咕咕。好看哦，这边有一个公共的食区。Alan 刚才是住在这边，很简单的公共食区，要给大家看烤鹿肉。这个是司机大哥哈、哦，一大早，你看那个阿妈好可爱。
这是司机大哥一大早哈走到这里来，有三种烤物，这个就是鹿肉，我刚才吃了哈，哇，好湿气哦。这个是凡蒂贝，啊，然后这个呢就看到是大家台湾人喜欢的这种类似烤小卷的东西。好，我要走完哈，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留有五分钟吃乌龙面，我希望结束在乌龙面。好，看看它的这个蔬菜的状况。哎，哦，哥哥，你早起是因为要去做评审，不是为了我。好点，哥哥要乖乖哦，等我回来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菜市场的状态，而且呢，我要给大家看种菜的都是帅哥哦。你看，我走给大家看，这两摊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种菜的人都好有型。这就是小农，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所谓的小农市集，然后还有可能是趋近于有机或者是友善环境，哈，所以才会吸引很多主厨来这边买菜。这是一个花卖花的，有没有？你看它有好黄色，好漂亮。给宝师傅买围脖，那我买给我娘的啦。你们不要再帮宝师傅讲话了，宝师傅都不理我。好，再看这个，这个其实是天然植物染的米做的包子。我们刚才来的时候，你看有没有？嗯、有没有？嗯、你看，嗯、有菠菜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好，这是芋头。我们刚刚其实有跟他们稍微聊了一些小天，然后你看他们这样子卖菜哦，有没有很好玩？有啊，你看，有没有？这是卖萝卜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马铃薯哦，有看过这种品种的马铃薯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芋头，好的，你看到这个红萝卜，这个红萝卜呢，你看它的这个上面的叶这么长，红萝卜呢只有一点点，我们刚才其实有看到它的大根，你看这也是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也是萝卜哦，这也是萝卜哦。刚刚其实被这摊所吸引，因为这摊它的红萝卜，看一下，三种颜色的红萝卜，然后这是卖泡菜。好，其实这个市场就这么小哈，这市场其实不大，可是呢，转给大家看，已经开始热闹了。七点，现在是京都时间的七点，已经很热闹了。然后呢 ，Alan 呢叫我一定要留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要留时间吃乌龙面。好，为什么这个乌龙面会有趣哦？这里我有看到一个酒货机，新鲜的酒货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一摊卖乌龙面 ，Alan 就是在这里买了一碗乌龙面。你看，你可以自己选料，然后后面呢热腾腾三个锅子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在切什么呢？哦，他还有卖拉面呐，所以他不光是乌龙面，他还有卖拉面。有没有？然后全部这些，它里面就有炸虾什么之类的。好啦，这个也是，这里它在里面做章鱼烧，有看到吗？做章鱼烧，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市场，可是却这么有趣。Alan 已经吃完了，我们要结束在这里了。Alan， 我直播你在买面，然后你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你不要我跟你讲，你要拿去好。我吃的是那个乌龙面，你买荞麦面。你排队，人很多，没关系啊，我叫司机等你一下。可是吃荞麦面就不能够吃你那么丰富的乌龙面。应该会啦，我等一下研究一下，应该会放，而且可以放叉烧哎。不是叉烧，它可以选面。哦，这样哦。切饭吗？没啦，人家他只有两种面，乌龙面跟荞麦面跟中华荞麦面啊。他这个是这样啦，他有三种面。你往下，哎，你往下，他自己会下。对，他有三种面，有乌龙面、荞麦面、中黄荞麦面，然后 topping 上面的料可以选，可以炸虾、炸竹轮。然后炸综合蔬菜，还有可以生鸡蛋，还可以熟的鸡蛋。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叉烧。我们逛市场变成吃那个，哎，怎么后面早餐呢？还有乌冬。嗯。
我吃完了，这个是要收回来给他。这个筷子我给你重复，这个筷子下面是干净的。你要跟司机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来。哎，你是不是要从那边排呀、啊？哦，我去排队呀，很好吃，真的。嗯，你研究一下柜尾在哪里，赶快去排啦。可是我是排在这里，他们送完餐啊。我很确定。哦、嗯。啊，过去了。啊，他有说从这边排，快快快！你看我有眼神，因为他没看到你。我要给他妈买的围脖，这是给我娘买的哦。很高级的。有没有？这是给，所以宝师傅不能用啊。宝师傅炒的药。这么高级的不行，不行。这是我给我娘的。麻油香好重。好，我替你。卵を閉じてあるこれラーメン。はい。はい。所以我要买哪一种呢？你看你要荞麦面或乌龙面？我要荞麦面。对，你荞麦面400块，然后你可以选你要选上面的，你可以选上面的料再加钱。照着人，要不然就照着食物。好，要不然就要照着我。好，照着你再收东西，收回国。ネギはなしやったかな？もうちょっとだけ。而且你看 Alan 他也有卖这个自己捏的饭团。那我的荞麦面的选项是什么呢？你有炸虾、炸竹轮。你看我都流鼻涕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吃那个。Maggie 怎么那么早起来 ？Maggie， 你一定要吃那个炸蔬菜，因为里面的果肉好浓，味道很浓。然后吃一个炸蔬菜，里面的那个藕啊好甜哦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 Alan 还给我买了面包，我还买饭团，你还可以选有一打一颗生鸡蛋进去。不要，我不喜欢生鸡蛋。还有那个卤蛋，我不喜欢。那个反正我强力啊，它还有卤豆皮。我要豆皮。Alan 他打开来了，他其实这几个盒子里面有就是有玄机耶。我来听。嗯吗？所以我要吃寿吧。对，寿吧。请问篮子是什么？篮子是放老板自己捏的饭团。然后这是客人买的。妈觉得我好吗？这个是大叔。这个炸蔬菜的锅肉好香哦，味道好浓，然后里面的芋头好甜。他已经排队了。差点被他插。什么？你差点被插队？哎，你不要在那边打人，然后上新闻哎！超级美食家王瑞瑶在京都郊区，为了一碗面。老板长得很有钱。竹篮好像用塑胶，竹篮里好像用塑胶袋包的。对，塑胶袋包的那个饭团。卤叉烧，卤蛋，他现在在拆那个荞麦面。对，天那个蔬菜天妇罗非常好吃，我刚才吃到哇哇叫。老板送餐出去了，老板家而已。菜饭不能离开，因为他边工作边吃早餐。我们来讲鹿肉。我刚才是自己端的，你怎么？你要讲什么？我们来讲鹿肉。哦，很臭。那个鹿肉有一点好像在那个荒郊野外被那个野兽撕扯完了之后，好像放了好几天的那个肉。对，我在猜他那个鹿应该不是打的，应该是陷阱捕捉。所以可是那是司机推荐我们一定要吃。真的吗？司机叫你吃的。对，我本来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日文我看不懂啊。司机叫我要买鹿肉。后面干的是我们的司机。司机为什么捧着我的碗？你不要吃了，他为什么捧着你的碗？他我要还他的啊，他可能不知道。可不可以现在马上还？真的吗？他怎么那么老实啊？
啊，你们没有吃是不是？没有没有啊，莫伊拉那个，我没拿上来 ，sorry。他以为我还要吃，所以他一直拿着，真不好意思。你真的害我说他怎么后面在一？我跟你讲，这一碗面啊，我本来是我刚才的乌龙面，本来是要跟王瑞瑶一人一半，结果我一吃到那个汤头，还有那个葱好甜哦，我就跟王瑞瑶说，我不要给你吃一半。他居然就不理我，请你自己买一碗。对啊，他居然就不理我了。等一下吃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可是我们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？不要管他，我们现在已经七点零，卖差的七点十，因为他说七点五分一定要离开。哥哥给你按20个，20个。哥哥今天要去做评审，哥哥那个微博都太 lady 了，你不能用啦，哥哥。而且有一朵花。对，有一朵花，我哥哥要跟我妈妈抢微博。我都不想跟你站在一起，保师傅。堆青葱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山上种的，所以好甜好甜。鹿肉不是沙西米啦，我拍给你看，很臭哦。这个肉烤的，一呛三大颗，很臭。刚才臭到我不想放进去嘴巴，可是觉得还是要吃一下，吃了也很臭，闻着更臭。然后这是烤那个板栗贝，跟烤那个鱿鱼。然后老板直接把他的咖啡放在这上面加热，这得修起来吗？在哪？大圆昭市，大小的大，原来的圆，大圆昭市。我们等一下把司机的那个预约跟价格告诉你，你可以，你这个，因为他是早上5:30就要出发，所以对，跟他讲我要这个，嗯。跟这个，嗨，这是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我没错，我挑这个，我挑这两个。鹿肉是血味很重吗？不是，鹿味是尸体味很重。为什么他点哦？为什么他让他点？你有点荞麦面的吗？对，我点了荞麦面。不是我要怎么讲？尸体味很重，我一个用一个形容，就比如说大家有闻到死老鼠吗？不要这样讲，我才吃进去，你在讲死老鼠。我把死老鼠肉塞进嘴里的 feel， 我真不骗你，可是吃到嘴里，不是闻到的那个味道啊，可是很痒吐哎，不要再讲了。可是因为吃到嘴巴里面，鹿肉很软，它有经过处理，很软。很柔软，可是你越嚼它就有一个野味，有一个野味跑出来。我这边一开始闻真的是死老鼠，它闻很臭。这是你的吗？对，这是我的。嗯，すいません。他忘记了。嗯，これもお願いします。嗯，嗨嗨。キツネも。嗨嗨嗨，ありがとう。他忘记了。豆皮。豆皮。哎，好好吃哦。はいどうぞ。600円。600元。哎，我拿筷子。哎，那你还要吃吗？我不要了，我吃一大碗呢。Thank you。啊，你的筷子有拿吗？有，好，走去吃。我们要去跟我们的乡民一起吃。嗯，哦，不要再打死老鼠三个字了，我好想吐哦！干嘛王瑞瑶乱讲？王瑞瑶跟她在乡下的4个男朋友一起吃早餐。嗯，我觉得太高兴了，今天，今天早上真的起来的太值得了。好，给别人看。Ellen， 你还要吃一口寿司吗？不要，我吃太饱了，我刚才一整碗那个乌龙面吃光光呢。现在你哥哥在看你吃。啊、哥哥，我吃早餐，可是 Ellen 帮我买了3种早餐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哦，你说牛蒡，你吃是不是？对。然后那个葱也好甜哦，葱好甜，对不对？我看你就是吃到葱，我就说我不跟你合吃了。葱，它不是综合蔬菜，它是牛蒡丝，还有蚵仔丝，嗯，紫色蚵仔丝。哥哥，我吃的好健康哦，我吃的是荞麦面哦。然后看着大圆的地方报纸，它叫草纸，
草纸，大圆草纸。这个菜市场就叫大圆超市，然后都是厨师来采买食材。距离京都有半个小时，半小时的车程。你看我都流鼻涕了，我刚才其实一来就流鼻涕，我吐气给大家看，好冷哦。这个温度有多少？你说死老鼠，害那个现在那个刘凤娇打死老鼠那个字都去不掉。不要打死，你不在讲死老鼠，因为你让我形容口感呢、啊，就是一个尸体的味道。我又没闻过尸体，反正我刚才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臭哦，可是想说要努力研究一下，不是因为放进去嘴巴，不是因为如果讲是尸体的味道。而且是发了的味道，就是死老鼠干掉的尸体，因为那个烤得很干。你会像日本人用吸的吗？你吸给我们看。好啊。还有啦，那个是斯斯里。还有，你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们刚才一来哦，除了看菜之外，已经买了三种，是这是第三种早餐。饭团。我们第一个先吃饭团，我是吃炸虾的。北欧米粉很多，作为蛋白质来源。可是要够新鲜啊！的鹿很臭吗？没有没有，Aiden，我跟他分享，鹿会不会更臭？我们那次在埼玉县吃的鹿肉的经验，日本的厨师跟那个跟猎户有合作。他们就是有跟那个猎户规定，就是猎好的那个鹿肉，100公里以内只能在他们杀鹿的100，不止没有100公里啦，大概十20来50，一公里还两公里而已啦。他们处理鹿的地方的方圆，报几公里内才的鹿才可以猎，猎完马上拖去那个小房间把它放血，这样子鹿吃起来才不会有那个尸体味。腥味啊，尸体味哦。鹿肉 ，Carrie 说我们吃的可能是坏掉的鹿肉，有可能吗？不是 ，Carrie， 有可能它是我刚才有讲说它有可能是兽夹捕获，然后呢，三天后才去收啊，不可能啦，吓死人！连黑尾鱼都有因为山上比较冷，都有，很像放在冰箱，所以不用马上收。可是它真的有一个尸体味啊。哦，话说日本人吃面不能咬哦，不能咬。我又不是日本人，你很会吸吗？吸给大家看。不要，因为咬断会让人家觉得你很脏。那就脏吧。来来，你吸一个整条的，我看你会不会吸。我不会吸啊，真的。不是，因为它不是吸，它吸了之后直接就要下去了。哪有可能？你都砸掉。知道吗？日本要咬啦。没有，日本人吃乌龙面会这里掉没有，是这里没有开关，他就喜欢它的骨流感，就直接骨流到胃里。这样很恶心哎。所以不是说只有吸要咬，没有那个要。那每年死掉多少人？没有，没有，是真的。日本师傅曾经示范过给我看。可是嘴巴塞不下怎么办？什么意思 ？Amy Chan 什么意思？鹿肉嘴巴塞不下还是这一堆面？Carrie 说哪有可能不咬就吞下去？我也不相信。我真的不骗你，所以你问铃木师傅。好，我们晚上问他。你很多次很爱惹铃木师傅的。他就是咕噜，真的是他就是要一个。通过喉咙的咕噜。一大片那个是什么？你说碗里面一大片哦？豆包是哪里一大片？豆皮。豆皮。真的一大片了，我刚才点的时候我吓晕了，怎么那么大一片？Carrie 说你吸下去不咬，就吞下去会烫死。哎呦，你们都不尊重人家的文化。那为什么他吃面会那么大声？是真的，你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咬咬咬咬咬？我真的不骗你，我你偷拍那个女的。我在吃饭团，不用怕，等一下王瑞瑶还有。啊，我们有吃这个面包，我吃一半的，留一半要给王瑞阳。里面是那个美乃滋加，我买了三种早餐。美乃滋，是真的，要让面直接滑下去哎。有人这样讲哎 ，Glossy 嘛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林新红说对呢，他们都不相信我，我真的不信，因为我采访过。然后有人说用吸的不咬，消化不好。滑蛋，阿爸你现在。示范一下用吸的不咬，然后也死在这里。他们就喜欢这种咕溜咕溜的感觉。人家就是要看你噎到，观众就是被看你噎到，不要看你砸掉。我要做王美，我不要做王美。你不可能当王美的啦。不是啦，王美有一种王美啊，就死掉的王美。给大家看我卖的面包。明星上综艺节目吃东西都硬塞。王瑞瑶如果给死就变新闻了。
美女都怕不美观，还会用手捂住。这个我有捂住啊。这是我们买的其中一个面包，里面是美乃滋加那个洋葱末，然后有一根热狗，我觉得不错吃。可是刚才的库利姆面包最好吃。因为里面库利姆还是温的，可是我刚才不敢近拍那家面包，因为我们在买面包的时候，那帅哥脸都冷冷的，他没有很热情，所以我刚才只有走过去。这个，那个没有，现在在结账这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他都没有动，可是他面包生意很好，一直出货哎，而且他的口送很多人买，他的腿送很多人买。然后王瑞瑶还有一个。炸哎，你这是什么口味？我忘了。炸鸡哦，炸鸡，炸鸡，炸鸡口味，炸鸡口味的尼基里，这个尼基里也很好吃。你拍鼻涕给大家看，其实是鼻水，不是鼻涕。你看，我刚一来的时候就流鼻涕，因为很冷，很冷，而且讲话一直冒烟，一直冒烟，而且吃完之后更冷。好了，有没有？我要去还碗了。可以直接滑下去吧，会噎死。Kerry， 我就是一直这样规劝他，他都不听。哎，我操 ！Kerry， 他好坏哦 ，Kerry。啊 ，Kerry 弟弟哥唔知啦，伊唔知啊，估计。对啊，你唔知，你弟哥人唔知啊。我们要拿回去自己倒厨余。嗯。我们要，因为老板很忙。对，我们来上车啊！我们拍我们的车给人家看好了。因为有人问你要怎么来，因为他下礼拜要来京都。哦，有 Takoyaki。走，嗯，厨余，厨余自己倒，厨余自己倒，哈、哦。我看罐没事，嗯，他碗，好，我们上车。我们住的车，你车子可以继续拍啊，你可以边坐车边聊天啊。不要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边坐车。老师都边坐车，我不喜欢震荡这么多。看哦，这是我们租的一辆车哦，而且我刚才还看到有一辆那个，有一辆算保时捷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也来买菜，开心。好了，我坐进来，等一下不要撞到人家。他好好玩，他说、哎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撞到人家了。”他说什么？阿芳老师，那是阿芳老师啊。来，你跟你的网友有人在问啊、嗯，我们去的是这个大园昭士啊，有有没有？然后他这个司机，因为他是早上五点半要出发，所以我们有租泰雅，就是轿车，两个小时是14580加。我们租的是两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不讲话的就是14580。可是他是讲话的，我们是讲英文的，要多加2000那些英语卖，好不好？然后标记他，然后讲国语的是又多加4000。你这边很虚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有讲国语的，有讲英语的选择，这样子。如果要来玩的人，可以问我们电话，你可以预约，或者是问网站可以预约。哎，有人查出来了 ，Amy， 大园昭士。对，大园昭士。怎么后面还有几车零星的？大园昭士搭公车是到得了的哦。可是早上有公车吗？我们帮忙问那个 Yuki， 然后你脱衣服吧，因为你等一下会热。而且我一直流鼻涕耶。对，我们来看王瑞瑶脱衣服。然后还有，我要给大家看我的战利品。虽然我们时间很短很短，除了刚刚给大家看我给我娘买的围脖之外，我其实在第一个，我们刚才其实有去一个小的市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个规模非常小，我们以为我们搭半小时是要去逛那个小市场，那个小市场连食摊都没有，害我很惊讶，赶快问苏基说，我们是只来逛这里吗？哦，大家可以看外面都是种菜的田，很漂亮哦，而且因为现在的很早，好早哦，所以有起雾，雾雾的感觉。好，我先把那个安全带绑好，免得司机先生会跟我们说，请我们要绑安全带。对，后座要绑安全带，要乖乖的听话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那个战利品。早上其实在这个小市场里买的战利品，把它绑在这里。我实在蛮爱玩的，因为
其实我觉得你蛮爱买的，你买加高倍呢吼。因为你往下，它的镜头就会自动往下，它会随着你的手走。嗯，这台没办法，我觉得我也需要一台。这台很不错，这台我很推荐。因为我明年三四月、五月都有主厨要来那个。很稳定，我需要这一根。看，我买了一个这样子的碟子，而且这个碟子为什么会？你看，我有跟问 Alan， 你看它旁边有手工。看你，哥哥，你看。老师傅他没有买皮衣，一直买自己有的没的。我昨天跟宝师傅说我买米，宝师傅气得挂掉了电话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宝师傅，我们扛很远呢，那一公斤、两公斤的米，对不对？我们扛去吃烧肉，又扛回来呢。还要拜托 Alan 帮我带。你吃的时候，每一口都要想到我的脸呢。哥，你看茄子哦，你看这个很像我们在买那个东京巡彩的系列，才发现他们都很喜欢画蔬菜。哎，你看竹笋，竹笋是步步高升啊。茄子，茄子算多子多孙吗？茄子就是茄子，因为我选的都是。那个它的底部有一种蔬菜的，我刚才有看到有两种蔬菜，我觉得两种蔬菜比较复杂，因为很可爱。大家猜猜看这个多少钱？好好，来来来，看，我不会给大家做礼物哦。我忘了买礼物了，有礼物，对，我忘记了要给大家买礼物。我们今天要去哪个行程？我们要去吃便当，要给大家买礼物啊！我忘了买这个了。来啦，送奥利塔橄榄油一罐呐。好了，碟子。碟子，请问碟子日币多少钱？日币多少钱呢？那个蔬菜的茄子碟子，一个多少钱？一个第一个猜对的，我们送他一罐奥利塔 extra virgin 橄榄油500cc。还要不要再看一眼？来看一下哦，赶快大家抢答哦！你也感谢你们那么早起来。那个李玉清说500日币，错。那个 Terry 说1200。1200日币，错。王朝荣300，300错。Amy Chen 1200，错。陈金吴1000，错。Chris May 300，错。哎，300不要重复再猜，错。然后有人说800，800哦，错。有人说380，错。10000，等一下，你要你们哎，这是菜市场。等一下，你要说更便宜，更便宜，你要说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念的我们采购的环境啊，它的菜齐呀，就是菜齐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，我现在念金额，你要说更高或更低，好不好？不然他们这样偶然猜，要猜到明天我们直播都没电了，我都没电了。600，错，太高。450，错，太高。350，错，太高。200，哎，有人猜200啊？嗯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嗯，错。1000，太高。曾经500。错，太高太高。1500，哎，刚刚已经300了，就错了。750，太高太高。600都太高哈。刚已经猜到300了，250错，太高。250，750，250就太高了，还750。王朝荣200，错。Amy Chen 已经太高，你还猜400？太高太高。400、430都太高哈。太高。280，错，太高。250就已经太高了，不对。你买两公袋，往下，我们在吵架。100，谁打100？哎，看一下，因为大家一直猜。Moody Cow 100 ，Moody Cow 你答对了，耶 ！Moody Cow 得到奥利塔橄榄油一罐。这一个这样子哈，在台湾就要卖，其他人不用猜了哈，就要卖超过100-200块。嗯，没有想到在菜市场里一个才卖30。嗯，等于是我买了三个还不满100元。Moody Cow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便宜哦。Moody Cow答对了。Moody Cow你答对了。好，再猜下一个。没有了啦。你没有买别的吗？没有啊，一个都是日币300元，哦，所以这是300日币。哦，这里有没有？大家很爱猜耶。大家很爱猜，结束了，大家很爱猜，让大家看一下风景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。好，反正外面其实有红叶。变慢了。我们其实有看一下红叶。嗯，好了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。Alan 跟大家讲再见。好，恭喜 Moody Cow 得到奥利塔橄榄油一罐。拜拜，拜拜。